亚历克吉尼斯，亚历克吉尼斯爵士 CHCBE Sir Alec Guinness 1914年4月2日赴2000年8月5日是一位英国演员，他出演过伊林制片厂的数部喜剧，包括《人心与冠冕》，片中他分饰8个角色。之后因1957年的《贵和大桥》所扮演的尼科上校一角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。他还曾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饰演过费萨尔一世。晚年的著名演出是在《星球大战》正三部曲中演欧比旺克诺比。